今天又有八位妈妈准备就绪，让我们来认识他们。最美的出租车女司机黄新韵，坚持音乐梦想的齐雯，卖牛肉汤的歌唱达人李丽，夜场歌手黄川平，流浪歌者陆安，网络第一辣妈高云，用生命在歌唱的坚强妈妈徐杰，橘子妹叶丹。做女人就这样，妈妈咪呀由国际品质奶粉运营专家贝因美独家冠名播出。最终的获胜者将获得由国际品质奶粉运营专家贝因美提供的瑞士亲子油，最后的三强选手还会获得由周大生珠宝亲情提供的钻石皇冠。从现在开始，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所有妈妈都有机会成为世界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全球大家庭的一员，参与2013年8月从上海拉开序幕的新一轮全国巡演季。那同时，所有通过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方式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都将有机会获得网上超市一号店提供的电子购物券，还有机会获得香港新世界百货、上海巴黎春天百货提供的购物券。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欢迎一直用心倾听妈妈们唱歌的三位观察员，著名音乐制作人黄淑俊老师，著名舞蹈家金星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陈磊老师。决定妈妈命运的不仅是三位观察员，同时现场还有101位观众评审团，也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一直支持我们妈妈的家人，欢迎大家，谢谢家人的支持。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出战的妈妈。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绯闻也没关系，我一样感谢你。高云拥有几十万粉丝的天涯第一辣妈，以给我一个吻的热辣表演征服全场。陈磊老师，你觉得我不美吗？我脑子现在休克。我怎么感觉你不敢看我呢？我在努力的克制自己。我这样不是性感吗？你像芙蓉姐姐。我哪里像芙蓉姐姐了？今天他是冲着陈磊而来，又是否会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表演呢？陈磊，你等着瞧。我像芙蓉姐姐吗？这次觉得我还像吗？上次是口误，上次我上说的是你太漂亮了，搞得我觉得像自己像芙蓉姐姐。哎呀，你的一句口误害得我可惨了，你知道吗？我老公可不开心了，我老公本来就讨厌芙蓉的，你知道吗？他本来说你参加完妈妈咪呀以后，我带你去欧洲八国去旅游。这倒好，你说的那一句话现在可不带我去了。您看是不是你带我去啊？啊，好不好？
程雷，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我带你如果去的话，在旅游途中就被你老公给做掉了，你知道吗？雷哥，你今天可不要再雷我了哟！我的小心脏受不了的。你今天真的很美，你今天来了以后让我彻底否定了我过去的观念，你长得真的不像芙蓉姐姐，看到你我们绝对把生活当中所有的烦恼都忘了。今天大家都说你老婆在上一次的节目中呢穿得又短又闪，今天你觉得她的着装风格怎么样？我觉得今天非常的到位，单装得体，只要开心，大家开心就好，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高云有两个特点，第一，我觉得你很专情，但不是对你老公，是对陈雷。你从第一次出现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你对陈雷情有独钟啊。我觉得她老公之所以能够站在现场支持她老婆的爱好，我觉得她老公是我见过的真的是最懂得爱的老公，因为他知道老婆喜欢，能够让老婆在台上有那么几分钟的快乐和光芒的展现，她老公愿意自己就忍了。没错，刚刚高允有跟她老公说，老公我爱你，其实我也想跟老公讲，老公我们也爱你。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和她对决的妈妈陆安。陆安，居无定所的流浪歌手，为了歌唱无奈与儿子分离。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我是不称职的，孩子需要妈妈，他两天有时候等不得的，两年孩子等不起。能参加这次比赛，我真的是特别兴奋，因为可以跟我的家人团聚在一起，特别是我儿子，已经快一年没有见他了。不过这次来，他跟我特别不亲，这一点我真的是特别难过。在排练的时候，我也是越来越担心，一点心思都没有。今晚我会把我压抑在心里的全部的委屈喊出来。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
歌声很打动人，你看把我们前场那种气氛全部都调度起来了。谢谢。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种力量？因为我儿子在这里，所以他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力量。你一年能见儿子几次？最多一次。最多一次。对。他还认识您吗？不太认识。舞台上的那个人是谁啊？鹿安。多多，我是妈妈。妈妈。当我前几天去火车站接他，他根本就不看我，然后要外婆，他也不看我。我选这首歌，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明白，妈妈，妈妈是存在的。我也希望以后，妈妈这两个字不是存在他的脑海里，是存在他的心里。我下定决心，我真的我也不想漂泊了。我本来上一次还想说再奋斗两年，我现在我觉得我一天也不能等了。我要把他带在我身边，我要天天陪着他。真的，我这几天他跟我睡在一起，没有我他不睡觉。我跟他睡在一起，天天看着他睡得很香很香的小脸，我真的，我就想到他有一次我要出门了，他送我到车站，当我的大巴汽车开的那一瞬间，他一直在那里喊妈妈妈妈，我要妈妈，妈妈妈妈，我要妈妈，你不要走。他真的一直在这样喊。我真的，我当时很有那个冲动下车，但是我真的看着他睡熟的脸，我真的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很对不起。陆安，别哭，别哭。对，知道这个歌声，如果歌声能传达给感情更好，但孩子需要具体的妈妈真的陪在身边。我更多的实际上是开心，而且我跟我老婆做好决定，就是以后都在一起。我们是开心的泪水，我觉得我们一家人是开心的泪水。陆安，我们常听到有人讲说我的小宇宙爆发了，那今天这个形容词用在你身上特别贴切。我们可能点醒了你某个过去不是想得那么清楚的事情，我们提醒了你，不是每一个家人都能够等你那个几年，所以人生是一个不断求取平衡的过程。我觉得你成全了妈妈咪呀这个舞台，妈妈咪呀也成全了你，让我们都享受到你最好的一个歌声。谢谢陆安。如果这一趟妈妈咪呀你来，能把你儿子曾经失去的童年挽救回来一点点，他的童年的回忆，我们这个妈妈咪呀舞台太值了。对，我最开心的就是跟家人聚在一起，以后无论多辛苦，无论我怎么漂泊，无论我怎么样，我都要把我儿子带在身边。多多，以后妈妈一定天天陪着你，陪你玩。好。来，我们有请和陆安对决的妈妈。接下来时间交给妮妮。接下来，陆安的儿子还有老公将会对陆安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话。妈妈，加油！儿子好乖。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是高云的家人为他加油。来，大胖小子，支持一下妈妈。
怎么那么沉重啊？叹气啊，儿子，你说呀。爸爸都没叹气，你叹气。我的儿子呢，不太于言表，为了表示对他妈妈的支持，上台卖点力，翻两个跟头好不好？给妈妈支持一下，去。太可爱了，谢谢。儿子跟头也已经翻了，那么究竟陆安和高云谁去谁留？各位观察员老师请投票。感谢两位妈妈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冲击，让我来接受一下，继续感受一下陆安的释放，那个诱惑，释放的诱惑我留给程雷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陆安。谢谢程心老师，谢谢程雷。两位选的歌不一样啊，然后性格差异更大，但是两个人的表演在舞台上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释放自己。陆安的释放带着爆发力，高云的释放带着诱惑力。我认为有可能在舞台上从来不缺有深度的表演，但是缺乏有热度的感染力。性感是美丽的，也是美好的，我们生活多一点美好有什么不好呢？高云，我举双手。谢谢雷哥。哎，陆安，可以听得出你演唱的功力真的是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得到的。就纯粹的表演的深度跟完整性，我的这一票投给陆安。谢谢陆安，先请在后台稍作休息。有程雷最后这一番话，今天你冲着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对不对？来一个友情的握手吧。我们继续欢迎下一组对决妈妈。如果还有明天。徐杰，一曲震撼人心的如果还有明天，让大家认识了这位身患重病却始终面带笑容的乐观妈妈。我六年之前得了尿毒症，我透析几个月的时候丈夫就背叛了我，他说他找到了真爱，就是给我做血透的护士，那我就祝福他。出赛以后，很多人知道了我的故事，都给我很多鼓励。今晚我只想尽力唱好我的歌，为了那些支持我的人，更为了我的明天，加油。我期待每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身材，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爽快。
真替你揪心，真的。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在台下看不到啊，我在台上看得特别明显，所以替他揪着心。这是刚刚做完，一周要做三次嘛，隔天就要扎的，所以扎的时间长以后会肿起来，这个针也很大，我自己看的都有点害怕，我都不好意思露在外面。其实在初赛播出之后，好像网络上有些人因为好奇你的故事，就展开了一些网络攻势，然后发现了一些秘密，对不对？对，因为播出以后，很多热心的网友都非常关心我前夫的一些情况，当然这对我其实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我想我们要看的是明天，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希望让它慢慢的变淡，慢慢的过去。我希望他就是我孩子爸爸，也能过得好。谢谢。特别内敛的一个女人，你在台下有句话特别简单，她只说我都放下了，你们为什么放不下呢？网友们的好奇心并没有帮上徐杰任何忙，只是反而增添了一种无穷的烦恼。这一段参加妈妈咪呀，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又要透析，身体上吃得消吗？确实比较辛苦，感觉是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可以坚持下来，可以。其实呢，在我身旁的是徐杰的爸爸，爸爸有什么话想对女儿说？女儿，你棒极了。你不爱哭的，今儿咋哭了？你最爱笑了。对，我是想好不哭的，但是呢，不哭啊。儿子啊，觉得妈妈今天漂亮吗？特漂亮。那你会担心妈妈的身体吗？会，大家会想的。看，我特别喜欢你儿子，特别阳光。这种阳光是你带给他的。他就跟一般的普通的小孩一样，一点也没有单亲家庭的小孩那种孤独啊。咱注意一个细节，金姐，你看宝宝是咋站的？特爷们儿。我特喜欢这状态。特好，特好，因为你现在真要是除了是妈妈的儿子以外，要成为妈妈的朋友。他说了，长大以后要推轮椅推我去学跳呢。我说我们家没人了，就你了，你背我。他说他背不动，我太胖了。我说你长大就有力气了。谢谢。真是这样的，要帮助妈妈，支撑着妈妈。这儿子是妈妈的半个情人呢。我看到他以后想到我大儿子了，特别像我儿子，是就跟你一样，一定要帮助妈妈，知道吗？我一定会的。好。来，我们来看看谁是跟徐杰对接的妈妈，欢迎。大家好，我是叶丹。侄子妹叶丹，身材娇小，不懂英文，却能在演唱英文歌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你说这首是玛丽亚凯莉唱的，对？我刚刚打电话给玛丽亚凯莉，她说她没唱过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是马丹娜唱的，你信不信？马丹娜是谁？节目播出以后，我就是我们村的大红人的。乡亲们说，橘子上面要贴我的照片啊，以后我们家的橘子就不愁卖了。现在他们干农活的时候，都要我在旁边给他们唱歌。今晚我带着我们橘园队所有人的梦想来到这里，我一定要赢！一二三，一二。
lose your name. Your voice is warm and tender, a love I like could not forsake. 'Cause I'm your lady, and you are my lady. Whenever you reach for me,跟我们观察员老师有交流，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唱什么。现在你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吗？我现在知道啊，因为我上次不是出丑了嘛，然后我就我就回去以后，我就啊，就我儿子现在不是读一年级嘛，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就学那个英语。哦，你学英语了？学英语啊！我现在会用英语介绍自己啊。哟，来来来，介绍一下自己。Hello everybody, I'm Yedan. You can call me Orange Girl. 没错吧，应该就一个地方错了。哪个？ You are not orange girl, you are singing queen. 西溃，听懂了吗？西溃是什么东西？ You are amazing. 没什么意思？我们都服了油了，就是。但是有一个疑问啊。你原来不是只唱玛丽亚凯莉的歌的吗？今天怎么唱了一首塞琳迪奥的歌呢？塞琳迪奥上次出了错嘛，这回我就特意的，我就回去就把那个就特别搞清楚一下，我要了解我唱的这首歌是谁唱的，然后我唱的是什么意思，我都要弄清楚。所以这首歌我告诉您，陈磊老师，这首歌它是1984年 Jennifer Rush。我又说错了吗？你太恐怖了，知道的原唱叫 Jennifer Rush， 要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才有可能啊。 Jennifer Rush 是何方神圣啊？ Jennifer Rush 就是在我们小时候，就像现在大家听 Celine Dion 的那样的一个人。对，那个时代的 Celine Dion， 这个原唱就是 Jennifer Rush。 了不起了不起，哎，厉害，做功课了。但是已经整整晚了10年，我记得好像是Celine Dion 好像是94年唱的这首歌。天哪，连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年的。是94年，他94年迟迟就迟了十年的时间。刚才那个陈雷说 You are the singing queen， 他说你是歌后。谢谢。You are amazing， 就是你太不可思议了。而且那个画面吧，那个画面整个凝固那方面，我在想，我所以任何一个巨星有的时候都很难有这种画面的综合感，从灯光，从音响，从画面，从他的声音质感，
全到位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我觉得现在感触最深的不是金姐和我，应该是舒俊老师，因为他学了一辈子音乐，有可能都唱不了这首歌。你都没有学过音乐，你就可以吧？而且不只是音乐，我学了一辈子的英文，我都没有办法像他唱英文歌曲那种咬字跟韵味。也许很多人可以英文讲得比他更好，但是一唱歌能不能咬得这么的有味道，那是天分了。今天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以前的话，我是很渴望在舞台上面，因为我从小长得也不是蛮好看的，反正是又矮呀、又丑啊，唱歌你就别想了。以前我也想过参加什么样的歌唱比赛，我也想去，但是我每次看到别人就是在台上都是那么漂亮啊，然后我觉得我就算了吧，我还是别去了，别去丢人现眼吧。你唱成这样，你还要身高1.7米，对吧？长得像范冰冰，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你留口饭给其他女演员吃一吃哈。哎，老公知道老婆在唱什么吗？老公当然知道，老公是他们村里面第一个大学生。叶丹的这个以前的词儿啊，都是老公一个一个词儿呢给他抠，然后教老婆唱。觉得今天老婆唱歌用哪个英文词可形容一下 ？Pretty。听懂什么意思了吗？听懂了吗？不知道。这还不简单，就是听完你的歌，他高兴的想流鼻涕。真的吗？流鼻涕在这里不要流了吧，还是回去流吧。从我认识我老婆到现在有22年，我从来没有从言语上表达过对她的那个赞美。但老婆，你今天表现得真的非常棒。刚才那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在我的心里棒很多。也这也要哭的？这应该开心，这哭什么呀？没有，因为他从来都没跟我说一句好听的话。哎，真是有意思啊！我们是第一次台上的人哭，我们大家笑哈。每次我都跟别人说，我说你们家的老公怎么这么会说甜言蜜语，然后什么好听的话他从来都不跟我说。我应该还是有一些优点的吧。老婆，你最棒了，加油。有请对决妈妈。三位观察员请点评。叶丹和徐杰唱完之后选择不需要等待，我的选择是叶丹，加油徐杰。谢谢。如果按我投票对声音的感动的话，投票我投给叶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这一票我要投给徐杰。为什么？你在承受的身体动病痛的同时，家庭环境下承受这么婚变的时候，你的态度特别感染我们，感动我们，而且这种态度直接传达到了你儿子身上，这是最有力的见证。他是很阳光的孩子，家庭的变故困境都没有改变一个孩子的态度，这个母亲是有极大的功劳的。所以声音你唱不过叶丹，但是你的精神，你的对生活的态度会打动我们的。我这一票要投给你。谢谢。徐杰，其实像你刚刚唱歌的状况能够唱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就像运动员所说，最后比的不是体力，那是一种毅力，所以我觉得你展现出来的毅力是最动人的。叶丹，不用任何的解释，我相信所有的人听你唱歌都会感受到你的天分，特别是你来自于乡村，但是你在唱西洋歌曲的时候展现那种国际范儿。那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是来自于橘园的小孩，但是我橘子吃的比你多，却没有办法唱你比你好，所以我的决定，叶丹，谢谢。
呼吸液单，暂时安全，请到后台休息。我们继续欢迎下一组对决妈妈。李丽，这个来自安徽小镇的牛肉汤摊主，以一首蒋大为和杨钰莹对唱歌曲技惊四座。能进入音乐学院学习是我从小的梦想。这一次为了能在才艺上有所突破，李丽决定冒险挑战自我。这首歌我天天练天天练，直到彩排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唱不好。今天晚上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但是我真的渴望有个新的突破，让大家看看一个卖牛肉汤的也能够站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太令我们震惊了！这喜欢这样打扮吗？嗯，喜欢。从来没这样打扮过吧？对，只有在梦里这样想过。在蒙城有看到过人这样穿吗？嗯，没有，在我们那地方没有这样穿的。哎呦，那你后来参加完我们节目之后，生意有没有好一点啊？嗯，好了，有好多他们都是知道我们在那个双涧镇上，他们就是专门来到我家喝一碗牛肉汤，听你唱个歌。对，你亏了。我觉得选择那么高难度一个，你看过《剧院魅影》吗？之前从没连听都没听说过。我太佩服你了，真的。你知道你唱的什么语？是英语吧？英语会吗？不会。那你是怎么记的？我都是用那个汉字一个一个标的。谁教你的？感谢汤老师，谢谢。汤老师，您用了多长时间把他教成这样？我一共教了他三次。就三次呢？对，对于我来说，我真是觉得很惊奇。要唱这个最时髦的音乐剧的这个《歌剧魅影》里边的这个唱段，而且是男女。您觉得我们导演疯了，对吧？我觉得都疯了。都疯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简直就是太不可思议了。而且第一次他到音乐学院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这个里边的这个歌词是怎么样，音乐是怎么样，他来一个我不知道。后来他就拿出一张纸，全部是密密麻麻的中文字。太了不起了，李丽。我想问一下老公啊，看老婆今天这个样子，你还让她回去卖牛肉汤吗？不让，不让。我想跟老公说，回家以后把你家那个牛肉馆小小的装修一下子，给李丽搭这么一个台子。
让他每天在那上边叫号点单就可以了，往你下边跑就可以了，好吧？以后不想李子再端汤了。好，谢谢。我们也欢迎下一位和李丽一起来对决的妈妈王传平。什么职业？夜场歌手。经常会被同学取笑说我是瘸子的女儿或丑八怪的女儿。黄川平，这位从不避讳自己夜场歌手身份的妈妈，倔强歌声的背后却是一个女人独自养家的艰辛。你的声音很疲惫，我希望看到另外一个黄川平卸掉盔甲。我们夜场歌手非常的辛苦，几乎每天都是一两点钟才能回家，所以我的嗓子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医生说我是声带息肉，要立即手术，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好好养病。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我要使尽浑身解数留下来。翻来要承受多少的误解，熬过冰冻的雪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眷恋，才能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找你没说的却想要的，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以后会怪我好我或感动。想假如是无力的寂寞。我跟您说句实话，我第一次在电视上听到你一开口，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妈妈声带好像有问题。因为我现在每天坚持还在演出，所以声带出现了息肉，医生说了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可能以后就会影响唱歌。那是肯定的。那万一嗓子有一天唱破了，唱坏了，彻底发不出声来了怎么办呢？可能我还是会坚持唱，唱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你一天不唱，是不是家里一天的生活就陷入困境？是因为我们家现在所有的经济都已经断掉了，像我现在停下来的话，就等于我们家一点收入都没有，而且还背负了一身的债，所以我不能停。大家都很心疼的是说，如果你不治的话，就我所知，很可能到某一天是再也治不好。我现在也一直在治疗，今天来之前我还在医院里做雾化。我有打算将这段时间坚持过去以后然后休息。从初赛到现在我们谈了很多，也了解你的近况。我老觉得你们家作为你妈妈孩子，你很少提起你那个爸爸。爸爸呢？我爸爸和妈妈离婚了，我们现在也很少联系。这么多年我从小到大的比赛和演出，我爸爸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所以我也习惯了。然后你这次比赛他看到了？他应该有知道吧。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往往父女之间这种感情的交流稀疏啊，大家都在刻意有时候回避。对，回避那份尴尬。因为我和我爸爸之间有些误会，我父母离婚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在所有人看来都是非常不对不孝的一件事儿，我让我爸净身出户。你把你爸赶走了？因为我妈妈是外地人，然后她一个人在这里，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一旦如果房子分给爸爸，也许我妈妈以后的住所都不带有了，所以我非常坚持站在我妈妈这边，一定要帮妈妈争取这份她应有的东西。谢谢。女儿，我来了！女儿，我来了！
想回家。叔叔他想回家，您会为他留那扇门吗？永远为他留着的，这扇门永远都没关。好，妈妈你情绪平复一下，现在有请和川平对决的妈妈李丽。希望所有老师和大家能够允许我和我爸爸一起站在这个台上好吗？谢谢。好，两位今天在舞台上，我想都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李丽，你今天一切的一切，我相信这个都是你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这首歌的难度极高，那一个人要分饰两角，即使这两角分别由一男一女去诠释，都依然是难度很高的歌曲，但是你一个人完成。川平，我想这么多人都给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其实都是在关心你，就是因为知道你是家里经济的唯一的支柱，更希望你能够细水长流，能够好好的照顾这个家。所以一切的质疑或者提醒，都是希望你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做一个调整，让你的状况更好，能够唱更多动人的歌给我们听。川平确实有天分，从初赛的时候我看到你那种坚强我都看到了，你把自己生活的位置和你的态度像一块绷紧了的钢板一样，我们就怕这个钢板崩就碎了，掰断就太可惜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我觉得都不是你们最佳状态，但是两个画面我都能看到它是为什么。这个投票我们三位观察员商议了以后，由我代表来代表两位观察员一起来做出个评判来。我们这三位票投给这个投票我们三位观察员商议了以后，由我代表来代表两位观察员一起来做出个评判来。川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希望你走得更远更久。停下来，爸爸准备回家了，你们也准备把爸爸接回家了，让爸爸的爱和你们从家庭的重新组合帮你一把，歇息一段时间。我们这三位票投给李丽，先到后台稍作片刻的休息，真的要休息，明白吗？为你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组对决妈妈。黄星韵，最美的80后出租车女司机，一出场征服了所有人。参加比赛改变最大的不是我，而是我的老公。他现在不但不反对我唱歌了，还变成了一个魔鬼教练。我还要再跳3天3夜，我现在我希望我老婆变得更加漂亮，唱得更加好。今晚我要让大家见证我魔鬼训练的成果。加油加油加油。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傻闹，冲傻笑，冲傻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
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剩下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是黄新玉吗？不是，这变化也太大了，这就是你老公魔鬼训练的成果。是啊，天哪，你要是这样在上海开着出租车，你的扬招率一定比所有司机都高。今天又是自己开来的？今天是我老公开的。哦，老公都支持到做专业司机了。自从我晋级了以后，然后我老公就非常体贴，我不太舍得我开车，他说你去哪儿我都送你吧。老公突然觉得终于娶回家一个宝了哈。就是，你首先来形容一下自己老婆的表演，一个字酷，两个字很嗨，三个字形容你想对她说的话。我爱你。哇，而且在我身旁的你的妈妈也很厉害，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出租车司机。我知道那个彭小姐的名字中呢，两个字都带有音，这个字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对，因为我喜欢唱歌，所以生她的时候我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儿时的妈妈把音乐的梦想放在你的名字里边了，等你长大嫁了人了，想实现梦想的时候，老公又这么支持你。是的，你们皇家的女人挺幸运的。而且我的名字黄幸运，我的幸运，对，我也想说有个谐音就是幸运。幸运嘛，对呀，要这女人挺幸运的，真是的。妈妈今天觉得女儿美吗？好看。好，谢谢。那我们来看看和她对决的是哪位妈妈，有请。我叫齐文，我曾经是一位妈妈，在我追求音乐梦想的路上，我把它弄丢了。我怀孕两个月，参加了一档非常火热的比赛。齐文，这位失去孩子、失去家庭，却依然执着追寻音乐梦想的妈妈，在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极大的热议。说我是为了梦想抛家弃子，觉得这个头衔对我来说给我很大的压力。妈妈咪呀是我实现梦想的第一站，我一定会坚持的把它走完。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
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走在寒冷下雪的夜后，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讽刺我的脸，雪割我的口，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今天来现场有没有顶这些心理的压力？听说节目播出之后，网上对你整个表现还有参加比赛一个过程以及自己的这些经历有一些说法。看完之后我蛮压力蛮大的，没有一个女人不渴望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曾经为爱人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但是最终我一无所有，现在我仅剩下唱歌这个梦想。人生只有一次，我应该彻彻底底真真正正为自己活一把。我看你唱的时候特别难受，尤其是你最后背对着我们往后退的时候，我觉得再坚强的女人她还是最瘦弱的，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想再把自己的孩子留掉丢掉的。这气温真是不要往后退，哪怕没有勇气往前走，站那儿也好。所有的妈妈都是有家人呼朋引伴的来，而你的家人一个人都没来。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她的腰打过那个钢板，爸爸呢去年也得了一场大病，她在恢复当中。梦想的路上家长不能陪你一辈子，所以我希望家人在家里，他们看着电视然后默默地为我祝福，然后看我实现自己20岁10年前之前的就想唱歌的梦想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和齐雯对决的妈妈齐豫。二位请上对决台。在观察员投票之前，我们再来看看家人们还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老婆，如果你晋级的话，我向你承诺，以后孩子我来带，家里的家务我来做，车我来开。齐豫的妈妈说，今天特别想用一种方式来鼓励女儿。三百六十五个日子怎么过，你心里怎么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黄心韵，你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她这首歌是唱给你的，其实她也感动到齐雯。作为一个母亲，她真是的太棒了，谢谢阿姨。谢谢你。我想说我现在特别想我妈妈。我现在特别想我妈妈。你别哭，我很想我妈妈。你看心玉妈妈身边，这两位老人是谁呀？妈。谢谢妈妈，谢谢妈妈。我后悔呀，齐雯。20岁时我要不拦着你，今天你就不是现在了。你今天走到这一步，什么都没有了，妈妈也有责任。妈妈对不起你呀，孩子。好，我们现在。三位要做一个决定。心韵，你今天的演出我有一个建议，表演要能放也要能收，亢奋的心情要有收的能力，那会更动人。齐雯最动人的苦是要带一点温暖，要有一丝希望的，所以我这一票的决定我要投给黄心韵。谢谢老师。心韵一票。
能够在舞台上一首歌并不长三次背对观众，这是一种坚定的自信。当你背转身去的时候，我觉得你创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属于你和你的音乐。奇文，我选择你。好，我想说心韵，我觉得通过妈妈咪呀的舞台，你的蜕变、你的快乐、你的感染力，我们都感染到了。但是妈妈咪呀这一季过后，你还是过着你正常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个你一定要想好。奇文，你所目前处的状态金姐经历过，当全社会面对质疑的时候，你的决心、你的表达一文不值，继续唱你的歌，只有时间能说明一切。如果你手中抓这个音乐的话，它是最有力量的，比100个决心、200个口号都有力量。我支持你，奇文。谢谢郑轩老师，谢谢，恭喜奇文，把自己的歌唱好，用自己的歌声证明自己的决心，谢谢。好，后台稍作休息，暂时安全。心月，咱接下去还魔鬼训练吗？虽然可能不会魔鬼训练嘛，因为我想说的是，虽然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止，我会继续我喜欢的唱歌，不管通过怎样的途径，我相信老公会支持我的，对吗？对的，会支持，肯定会。好了，今天暂时安全的四位妈妈已经诞生了，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他们。经过四组的两两对决，目前四位妈妈来到台上，她们暂时安全。在四位妈妈当中，只有两位可以晋级飞鹰美妈妈咪呀的全国六强。观察员老师将选出一位直接淘汰的，一位直接晋级的，还有两位待定的，将由101位观众评审团来决定，究竟谁去，谁留呢？我们请观察员老师商量一下。做女人就这样，妈妈咪呀由国际品质奶粉运营专家贝英美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最终获胜者将获得由国际品质奶粉运营专家贝英美提供的瑞士亲子油。究竟谁去谁留，我们拭目以待。请叶丹、李丽，请两位往前一步。两位都让我们知道你们来自于一个小地方，但是今天却在妈妈咪呀的舞台上展现出非常大的气势，而且都是表演的具有国际水准的演出，我们都非常的欣赏。经过我们三位的讨论之后，我们要恭喜这位直接进入六强的实力，我们要恭喜这位直接进入六强的是叶丹。恭喜叶丹，请到后台稍作休息。李丽，对于舒君老师代表三位观察员最后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还是面带着微笑的，心里面这是说句真心话在想啥？此时此刻没有想啥，正在感受着观众台底下欣赏了我们所有的妈妈的表演，欣赏着这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的感觉。那就这样像一个美丽的公主一样优雅的走到台下。两位请上对决台。奇文、陆安此刻站在了待定的对决台上，而决定他们命运的是现场101位的观众评审团。我们将请两位待定的妈妈自己宣读家人写给他们的一封家信，之后会有1分钟清唱的时间。
奇文率先打开了家信，来看一下是谁写给你的。奇文，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一个人站在台上，看上去却很孤单，但我此时此刻是最快乐的，因为我经过13年的风雨，我感觉我回到了那最初的单纯，只有音乐的时光没有纷扰我，心中只有对唱歌的旋律。今天我就算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支持者，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追求我20岁最想要的音乐梦想。谢谢。让我们很意外，自己的一封信，自己写给自己的。那我们请陆安来宣读你的家信。很可爱的一封家信是吗？给大家看看。托托，你画的是不是？是你画的吗？是。其实上一次我见到他，他还不会写字，然后真的很开心，他会写妈妈，天天，然后这个心，一颗心，然后可能最后这个字也不会太会写，写了一个是什么？你，是不是呀？天天想妈妈，对不对？是。我看的是，你看他对妈妈的标识性啊。深深印在脑子里了，是这两个大辫子，真的，就说明孩子心中妈妈就是这样一个形象。我真的希望以后陆安在宝宝心中有更多丰满的形象。好，托托，以后妈妈天天陪着你，就像这幅画一样，好吗？好。接下来就是1分钟清唱时间了，我们请奇文。这首歌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所以我把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送给你们。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不懂我伤悲，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谢谢。接下来陆安有请。我想唱上一首歌，还是送给我的宝贝，天天想你。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101位观众评审团的各位成员，红色代表陆安，蓝色代表奇文，先请第一区域的50位观众举牌。红色牌代表的陆安30票，蓝色牌代表的奇文20票。接下来的时间有第二区域的51位观众举牌。先请第一区域的50位观众举牌。红色牌代表的陆安30票，蓝色牌代表的奇文20票。接下来的时间有第二区域的51位观众举牌。红色陆安第二区域36票，总票66票。蓝色奇文第二区域15票，总票35票。恭喜陆安。
谢谢，请稍作休息。齐文唱的真的非常好，谢谢，用心在唱歌，支持你，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你，谢谢，为了他们，谢谢你要好好的红，只要有一个人支持我，都会唱下去。让我们再次掌声，有请陆安、叶丹。小个子大能量的两位妈妈，挺进了非美妈妈咪呀的全国六强，将会和其他四位妈妈一起登上我们绽放夜的舞台。那么六位妈妈将飞赴韩国，接受韩国顶尖专业音乐团队和编舞团队的指导，还会接受韩国一线艺人御用造型团队为你们进行一场蜕变之旅。做女人就这样，妈妈咪呀由国际品质奶粉育婴专家贝英美独家冠名播出，最终获胜的妈妈将获得国际品质奶粉育婴专家贝英美提供的瑞士亲子油，三强妈妈还将获得周大生珠宝亲情提供的钻石皇冠。那所有的妈妈都将有机会成为世界经典音乐曲妈妈咪呀中文版全球大家庭的一员，参加2013年8月在上海启航的新一季的巡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以登录优酷、土豆乐视网、爱奇艺、搜狐、风行网、腾讯视频、PPTV、PPS、酷流网手机三级门户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关注 SMG 妈妈咪呀，或者加 OTV Media 为微信好友参与互动。手机用户可以登录中国移动手机视频 V 加精选包或中国电信天翼视讯，随时随地了解更多节目详情。还可以通过唱吧客户端上传自己的作品参与挑战。我们还要感谢妈妈咪呀独家网络互动招募区新浪微电视的大力支持。同时，所有通过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方式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都将有机会获得网上超市一号店提供的电子购物券，还将有机会获得香港新世界百货、上海巴黎春天百货提供的购物券。感谢贝英美让24位妈妈华丽转身，我们期待4月30号妈妈咪呀六强绽放夜。